four.受伤痛，不顾脸上
失去不后，我的灵魂在烧，是在烧，热得不得了。只因你我之间有个王，无限量炫耀，动起来，把新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把新的记录喝彩，动起来，就拥有精彩未来。鼓声隆隆，欢声雷动，连连连连喊破长空，只愿你我心心相通，永不言传，世气无后，我的灵魂在烧，是在烧，热得不得了。只因你我之间有个王，无限量炫耀，动起来，把新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把新的记录喝彩，动起来，就拥有精彩未来。掌声轰轰，心情激动，一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，我学我用，与众不同，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。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炫耀炫耀，动起来，把新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把新的记录喝彩，动起来，就拥有精彩未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这世界充满期待，动起来，做最精彩的一代。希望大家就用热烈的掌声去多谢我们今晚为大家表演的 dancers， 还有我们的彭博老师 Sunny Wong。 我记得自己在 TVB 舞蹈组成长，一直见证着每一位舞者对舞蹈的坚持，一代一代的舞蹈传承成就了今天在舞蹈上的自己。我很感恩有前辈去薪火相传，但是特别我们要去敬重的就是当日训练班的一班始创元老，当中有他们钟浩老师Eddie De Guzman， 還有石成初老師，曾经同我同期在舞台上并肩作战的好伙伴，他们包括有 Boots 和 Joyce。 Candy Rico， 新年和清风
钟老师，好耐冇见，石仔 ，Eddie。代代传承之下，舞台上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舞者，俾啲掌声佢哋好唔好？同我哋分享一下，你有咩可以讲下？希望 TVB 能够继续成为香港舞蹈界人才嘅摇篮，将我哋嘅精神一代代传承落去。舞蹈组又坚持，应该唔单止系坚持，我觉得舞蹈组系由建立去到坚守。每一位仍然留在舞台上的舞者，我們依舊。